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七日公视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台铁早起以专门列车送德鲁区的司机完成手的金斗登去处理，交通部长林佳龙讲会帮伊争取相关的补助。今仔是苗栗台中甲北彰化分区送水的头一天，早起水公司伫台中嘛安排347个所在会使灌水。过来今年将月份。阿姨的人数只有9601个人，是27年来头一本，一个月出席无超过10000的阿姨啊。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苗栗、台中甲北彰化分区送水的头一天。早起水公司伫台中嘛安排347个所在会使灌水。台中的建国市场有真侪店家拢提前都有准备，用水量较大卖海产甲卖肉，讲因的中好来利用这水。也唔过嘛，真烦恼讲生理会受到影响。伫单位头前放几个塑胶桶啊，都要用来洗海产，即个洗过的水嘛袂当拍算，甲底起来通好洗东洗西。也若即个卖鸭肉的单，洗鸭肉的水嘛都要俭俭啊用，因为刷落来用水五天停两天的政策，即个只烦恼讲会影响到生理。你就可能就靠这两桶水在用而已，我们每天这个工作服都要清理呀。然后摊位都要洗，所有水塔把它填满的话，只有212吨，所以很明显的哈啊不足。有的单位为着买定规，用塑胶落啊滴水，滴偌济算偌济，亲像那口袂顺，都爱浸水才会较清澈，嘛是都爱尽量保持水的清气。不过嘛有袂少单位是暂时休困无营业，也那市区的灌水站，即马开始有民众来遮灌水登去用。用多少拿多少，不要多拿这样子。虽然说水车会一直来补，但是还是要节约用水。啊，无方便拄着嘛，无法度。啊，洗手面，我去超商买两罐啊水来用啊。台中市区是属于分区供水的辖区，自来水公司讲，伫咧初五的时阵，各地灌水站的水都已经穿好势，现场嘛有水利署的志工协助灌水。目前台中市设347个灌水站，按算伫咧停水的第二天，会有上侪人来灌水登去用。复水的时间哈，会因为你是管线的末端或者是高区呢，会稍微慢一点哈。他们是用位差的方式哈，从高处往低处流，所以原则上它的速度会很慢。我们复水的时间呢，我们大概要18个小时这样。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除了加水车会随时补水，卖透过志工会团灌水站的情形，也那民众卖当透过官方网站找灌水站的地点。建议民众会当分散伫无同所在灌水，按算伫第二天返点开始，各地都渐渐啊恢复供水。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创下56冬来头一冬哦，拢无洪台的记录，所以水库拢无啥物进水，缺乏严重。即届苗栗、台中、阁有北彰化地区分区送水五天，停水两天哦，拢总有106万户会受到影响。台中不管是工地的用水哈，有增加很多可以让厂商的产业用水可以来利用。后来发现它这个历史的这个地址呢，它地下的水层也有很多的地下水，所以我们会跟台中市政府合作，开挖比较多的水井哈。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除了台中哦，其他的地区会尽量去找一挂水源来应付民生的用水。嘛强调讲，对去年开始哦，嘛已经向行政院来争取对抗缺乏1.0的经费，甲最近嘛争取到2.0的经费，就是希望讲会使有一挂补充的水源。咱来看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哦，是表示讲最近7冬，咱国内只起高雄一座的再生水厂，伊认为政府无重视再生水的进度。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是去台南视察永康回收水中心，伊是表示讲再生水的进度并无啥物问题。永康水族馆回收中心内底怪手当地的赶工课，虽然还未正式完工，不过最近已经有咧试生产2500吨的再生水。内政部长徐国勇初六去视察，因为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讲，最近这7年，干那去高雄一间再生水厂，这个政府无重视再生水的进度。也那徐国勇是强调讲，进度并无去成就。不是只有会讲计划哦，我们都是要看实施，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让大家见证说我们做到什么程度。事实上，他在提到说46座的污水处理，现在是有70座。那我们现在还有130万吨随时可以二级处理出来的，这些的使用就可以减少我们自来水的使用，所以就有替代性的
作用。那是用空，其实台南还有安平再生水厂，还有仁德再生水厂，拢有伫个规划毛在起。台南市长黄伟德强调讲，厂商使用再生水的意愿无悬，目前差不多还有5000多桶的再生水会当使用，会阁和厂商沟通甲协调。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相关的机构，到一些工地、建筑工地或者是产业、企业界，直接跟他们宣导好使用。那再者，如果他们还是拒绝使用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用其他的行政指导的方式，好来用。永丰水族馆回收中心目前一天会当生产2500桶的再生水，20日后会增加做一天生产8000多桶的再生水。伫个水情真正热的时期，这再生水是真有帮助。未来伫个台南永丰、安平、甲仁德的再生水厂，113年拢才完工了后，一天会当生产63000桶的水。希望好天生存好来牛，度过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少囝化是国安问题，也毋过少囝化现象嘛是愈来愈严重。过来今年的正月份，安尼的人数只有9601人，是27年来头一届一个月出事无超过10000的安尼。而且哦，查甫安尼是比查囡仔侪真侪。专家表示哦，有可能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造成民众结婚甲生囡仔意愿拢真低，所以嘛，呼吁政府应该爱重视这個问题。台湾一直都有少子化的情形，怎么连人口的结构也出现变化？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一届新生儿只干那9601人，严格伫去年12月甲今年2月拢有上万人，这也是27年来第一遍一个月内无到10000人。而且最近5年的结婚率也是大幅度下降，2019年一个超过15000对新人结婚，严格到去年只干那剩12000对，结婚率是11年来的新低。台湾大部分都还是以婚生子女为主。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结婚的店数如果以内政部统计，大概减少大概8%左右。所以整个跌下来以后，结婚的人减少以后，那生小孩的人就相对就更少一点点。所以我们也在等看看过未来下半年生育率会不会稍微提升一点。专家分析，去年因为疫情影响到出生率，也有结婚率。在这几年，台湾新生儿性别的比例一直都是男性稍微高过女性，正常范围102%到106%，最近5年是降到107%，依然高过正常。严格今年二月是扭转到110%以上，显示女性减少的情形。我们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因为我们生育年龄的妇女大幅度的减少，所以说我们就是生育的人数会减，生育的子女数会减少。好，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我们在一个转折点上，就是死亡的人数高于出生的人数，这是未来的一个长期趋势。学者认为，疫情影响的原因依然在，再加上疫情造成经济不确定，民众更加不愿意生囝，也将这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未来出生数恐怕也会降。虽然适婚年纪的男女无想要结婚的情形愈来愈多，严格伫咧男性比女性较侪情形之下，男性未来可能会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出生率掉车尾，台湾政府爱好好面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今仔日增加2个对埃及入境的武汉肺炎的病例哦。虽然咱的对抗疫情，也毋过非洲地区嘛是袂当放任。台湾本岛出现头一个海漂地，验出非洲地区的病毒。在初四的早起，海巡署在新北市的万里发现一只死猪仔，送验了嘛发现讲有非洲地区的病毒。发现地点的10公里内有11个饲猪场，目前是拢先管制。农委会认为讲，这只死猪仔有可能是对对方流过来。新北万里的牛坑平台头前，倒一只已经死一阵仔的白猪，2点钟前伊搁伫海面浮沉。初四透早10点外，海巡署第二巡防区的巡逻人员发现一只死猪，赶紧通报新北市动保处，采样检验了后，隔2天确定验出非洲地区。这一次的海漂出事首次在本岛检测出阳性，我们想这个很大的机会应该不是在本岛发生这样的一个非洲猪瘟的情形。农委会根据海里的相关资料，判断讲可能是对中国漂流过来的。发现死猪的半径10公里内，有在一间饲猪场饲2719只猪仔，初步访视拢真健康。农委会也强调讲，拢是饲乌猪啊。从桃园来到新北这一个区块，是我们主要养的都是黑猪，大部分都是黑猪哦，所以
这个是白猪。在一间市场中，已经在四月初五下暗对猪仔产样，逐间产样十五只，目前有四间，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通知到所有每一位饲主呢，告诉他们说，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呢，都要接受人车的安全、人车的管制，而且要做好自我的清洁。农委会说明，那感染到非洲猪只，第二三天到五天以内会发病，而且会大量死亡。目前还无这款现象，不过疫情的调查会扩大到桃园和新北。对2018年到今，已经有15站漂流猪验出非洲猪只案例。在台湾本岛，新北这个是头一个，另外12站在金门，2件在马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德鲁库河的司机王顺修，用伊生命的最后十秒钟，搭东啊搭个紧绷，最后不幸过往。今仔早起，伊的遗体伫华林关吉安乡竹营山火化，代替伊最高的规格，用专门的列车送伊登去处理。对于王顺修工作的尽忠，来表达最高的敬意。有真侪代替的同事，嘛来送伊最后一程，场面是非常的庄严。警方坐引导车，在家属陪同下，台六国号33系司机员王顺修的灵木被送到花莲吉安乡的竹云山出现火化。跟着技工老师回里面去。家属陪同王顺修行人生最后一程，场面真哀切。杨顺修伫咧代志发生前最后四秒钟全力打档啊，希望会当阻止意外，最后也是不幸殉职。尊重这种的态度，让人真敬佩。吉安乡乡长甲王顺修的太太咱调解，也转述伊的心情，感谢外界和伊的关心甲斗相共。袁太太也为我们所有在这段时间呐、啊，在整个协助上的一个关怀，她致上了满满的谢意。她说了，花莲有爱，在每个氛围，在每个协助，她的每一分钟都感受到花莲人给她的爱与协助。在火化场外口有真侪代替的同事要送王顺修最后一程。王顺修的遗体火化了，骨头夫将由代替的专家送到去伊台中的老厝。这是代替第一遍用专门列车高规格送顺一个司机回去厝的。列车会伫上南站先暂停，代表王顺修完成任务下班啊。对人载王顺修回去厝的司机员感到真光荣。列车从基隆上南站一直驶到台中，将王顺修送到台中。因为他的工作班尚未完成，然后我们就决定说用专列的方式里面把他运送回去树林做下班的动作。这四秒当中，我们也很庆幸，然后也很荣幸的说，我们的司机做到最尽客尽责的部分里面来做一个紧急紧急的一个动作。代替同事已经在花莲的机务端等待王顺修的骨头夫回来，场面庄严隆重。这座回家的过程，代替沿路都予伊上关优先通行权，代表代替对王顺修尽忠职守的最高敬意。抵到台中火车站了，搁再由警方的警导车护送抵伊。因都连车到台中殡仪馆。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嘛，到司机王顺修的告别式，伊向家属表示会为伊争取相关的荣誉甲付出。减少这一次事故的伤害，而你自己牺牲了。这位不幸过往的司机，今年才33岁，打结婚没多久的太太加家属，还有代替的长官、同事，还有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来送伊最后一程。德鲁库河事故发生了，林佳龙有向总统跟院长辞职，也毋过观光业是拢暂停部长。早起嘛发表联合声明，讲针对这个事件，林佳龙需要负责，也毋过毋是辞职，应该是爱对相关的负责人员做出处罚。要求铁路局要同伴来检讨，因是支持林佳龙继续担任部长，继续来改革。
再来看台铁的德鲁古河事故，造成58人死亡，有3个外国人哦。其中的一个是台北市一间国中的外国老师，学校老师佮学生知影消息了，拢真艰苦。有10个过往的人户口是伫台北市，其中的一个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办公室员工的囡仔，嘛互真感。然后小小跟我说 goodbye， 然后我就跟他要跟他说再见，可是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跟他讲到话。在清明连假进前的一句再见，算是人生上尾一个消息。代替台路过河列车的事故，造成50个人死亡，其中一个外籍的罹难者是台北市某一间国中的外籍老师。交流上非常积极，他一直问我是我还可以再做些什么。他连那个学生的社团活动，他也说我可以去看他们的社团活动吗？今年1月份来台湾，隔离3礼拜了后，才去学校报道。27岁陆老师开学一两个月，就甲老师甲学生建立真好的感情。除了上课以外，还阁真积极参与各种的活动，想袂到会发生这个事故。学校伫个连假了后的头一天上课的时阵，就宣布这个消息，而且安排后手辅导的机制。他跟人相处的风格都让人家很喜爱他，所以孩子应该后面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特别在留意。早上有做一些学生的处理，那另外现在教育局的辅智中心、辅导咨询中心也进驻了3位心理师，目前在我们校内因应孩子或者是老师的一些状况。这次台路过河事故的罹难者内底，户口伫个台北市的有10个人，其中一个罹难的大学生是副市长蔡炳坤办公室内底同事因查某囝，原本趁休困的时阵，甲亲戚做伙出去行行咧，想袂到煞永远分离。对家属来讲，最难过或者是最大的心愿，是因为大体有点支离破碎，所以现在就是说，拜托尽量的能够找到。发生重大的灾害，唔那是受伤的人，甲罹难者的家属，也佮有救灾人员嘛，真有可能会有心理的创伤。市府除了发加彩金给特搜队以外，嘛已经指示联合病院启动特搜队员的心理创伤症候群的辅导，也佮有学生甲家属，嘛会同步启动辅导的机制，希望会当安定因受伤的心灵。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场事故，一对小黄的翁仔某不幸过往，因的囡仔目前嘛对德国赶返来台湾。指挥中心随启动专案，放任检疫的规定，唔免受到14天居家检疫的规定哦。也唔过每2天得爱采检一遍，阴性才会当出门。台铁铁路过河意外造成50人死亡，202人受伤。罹难者内面包括一位法国籍旅客，两位美国籍。受伤的旅客内面包括两位日本籍旅客，一位中国籍，加一位澳洲籍。指挥中心启动控诉控制铁路过列车事故反台探病分送专案，加上坐飞机进前无症状的人，无需要提供3天内核酸检验的阴性证明。湖南皇家航空的飞机正在停机坪，罹难的四五个阿公阿婆，因的后生甲新妇坐过岸转来，面对媒体无愿意加讲，由检疫官甲相关人员陪同，直接到波托比采检。指挥中心讲，专案的亲属若是无症状的人，入境迄天采检第一遍，采检结果出来之前，会当先坐防疫专车去办代志，然后每2天采检一遍，摕到检验的阴性报告了，就能向地方的卫生单位申请安排出发。不过无论是探病、分送或者是办邮书，伊一天一遍，每一遍4点钟为原则，而且袂当过岸。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今天表示说，印度的外交部也公开来表达慰问，这是我们国在印度设办事处以来印度官方的头一次。印度外交部首次就这个台湾发生重大的这个意外事件呢，他们公开的来表达印度方面的哀悼跟慰问，这是从我们社处1959年社处以来，印度外交部第一次的一个公开来表达哀悼之意。那我想这个台湾跟印度之间的互动的确是很热络的关系密切友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有重大的意义啊。针对于这次台铁的事故，有2个美国人跟一个法国人不幸过往，一个澳洲人跟2个日本人受到轻伤哦。外交部也在第一时间通报这国家的驻台单位，五家家属联络会提供后续协助。外交部也统计，已经有94个国家跟国际组织，超过780个国际上重要的人士，有向台湾来表达慰问和关心。
再来看针对这事件，在野党团是批评台铁局罗世廷啊，国民党团第二发言会嘛提出公决案，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佮交通部长林佳龙等官员爱落台。也毋过因为民进党立委占多数，这案并无通过。也毋过那也立委是表示，苏贞昌若是无要主动落台，无排除要提出德国案。代替泰鲁国考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七六立法议会主持议会副议长蔡其昌甲在场调解立委斗阵起来，未爱一分钟。在野党团也拢提出救济之疑，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拢批评代替罗斯生气，佮表示迄所在时间佫是排顶悬，工地主任、品管甲治安人员的电话拢是共一支，至于代替无落实管理，也要求伫确认所有工程安全进程，应该全面暂停时间，彻底清查标案的单位。打过去就是他的这个议程营造的电话，好，那台铁竟然会同意，然后竟然。搞了老半天之后说不知道，重新检视施工安全的管理作业，全面暂停施工，并清查台铁沿线的工程。时代力量呼吁台铁改革并指导交通部会址应该提升到行政院的程度。民众党也要求交通部在一个月内最明代替工程发包流程甲改善计划，胜率达到80%。国民党团是伫立法院提出公决案，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台铁局代理局长徐文忠马上落台。立法院也应该成立调阅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啊，不过伫民进党立委占多数情形之下，这案件被否决。啊，不过拿会表示。苏贞昌确实无主动落台，无排除被提出多个案。该下台负责的，本来就该下台负责。想要了解真相，调查清楚，还国人一个公道跟交代，也要被否决。今天早上柯总都已经对外讲了嘛，我们其实都不反对，会尊重。可是毕竟是交通委员会。民进党团指出，未反对成立调查小组，不过是不是会当成立，交由七七交通委员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英国疫情缓和，首相强森宣布讲，十二开始，户外酒吧、健身房等等会使解封了。伊嘛希望航空业会使赶紧恢复正常，望讲五月十七开始会使来开放出国旅游，未来会来发疫苗的证书，和出国预防下的民众。英国实施封锁计划，并且开始做新冠预防下了。现在已经有超过3100万人，大概是60%的成年人已经做过第一剂预防针。在疫情慢慢稳定，英国首相强生宣布后礼拜开始将启动解封的第二波。 I can today confirm that from Monday the 12th of April we will move to step 2 of our roadmap. Reopening shops, gyms, zoos, holiday campsites, personal care services like hairdressers,And of course, beer gardens and outdoor hospitality of all kinds. And on, 英格兰的解封计划希望伫咧六月会当完全解除防疫措施，恢复正常嘅生活。强生也提出五月十七要恢复海外旅游嘅计划，希望航空业会当赶紧恢复。强生也讲，因为做预防针会当有效对抗疫情，所以若要出国旅游，也是要靠预防针证书，也毋过会将顺利处理道德嘅争议。I want to stress that there are complicated eth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as I think I said last time, raised by the idea of COVID status certification. Just because, after all, many people will be,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unable to get a vaccine for medical reasons, for instance, or perhaps because they're pregnant or whatever. So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in how you handle this and don't start a system that's discriminatory. 英国国会将会对有关预防针证书的建议投票，正是各旅游业的国家或者是航空业拢支持发这种证书。也不过，英国有超过7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反对这项计划，因认为安尼制作会造成分裂和歧视。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
来看风台塞洛亚的车哦，扫过印尼的东南部，阁有当地温哦，落大雨嘛，造成崩山阁土石流。美联社的报道是指出，目前已经知影伫印尼造成133人死亡，伫当地温嘛27个人不幸过往，灾情真严重。36个陆路客看囡仔，但系比较其他人最近撤离。伫印尼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这条河顶头，有正在变情形，更加害人，需要到三江。今日另外，甲再换着人的树林村，尤其地势较悬的所在，有一挂是大人需要人擦，也毋过时间未赴啊。今日另外规件铺的，甲因铺去哩车顶。Kami buka atas itu di atas gunung, rumah di atas, buang kerseng, baru keluar pi di rumah sila. Kami pakai tali. 一年受到暴雨的侵袭，做大水发生土石流，上万人受影响，几落千人撤离，有人被土石带掉的，救援人员赶紧救人。也不过真心酸的是，看到遗体一具一具被揪出来。Di saat kami sadar itu, rumah-rumah semua sudah tertutup. Korban hanya kita.有一挂民众安置伫个疏散中心，但过有五座桥被冲断，树啊倒去路未通，救援的工作更加困难。印尼官方统计，几落百间厝损害，重大设施，譬如讲太阳能发电厂也受损。历代气旋塞洛亚最高侵袭印尼东南部加东帝汶，防灾单位讲，所落来几天也是落雨，海边啊淹可能有到六公尺高。伫当地温有死伤的情形，有人被大水冲走失踪，有几落千人无家可归，受到地理总统府头前的车路规拢落落去。塞洛亚即马威力也是真强，正伫咧向澳洲西海方向刷叮当。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空军两台 F-1 战机顶个月二日伫屏东外海失事，造成一个飞官过往一个失踪。空军嘛，随停飞 F-5 战机全面来做检查，今仔早起检修完成，战机嘛又搁开始飞了。空军总部表示，找找失踪飞官潘英敦的行动目前嘛是搁继续，车闸卖为过往的飞官罗尚华来办公作。空军两台 F-5F 双座战机，昨日早起八点伫这项基地顺利起飞，40分钟了后降落。顶个月二日，两台 F-5E 战机伫咧屏东外海尾掉了渤海海，一位飞官罗尚华不幸殉职，另外一位飞官潘英俊失踪。代志发生了，空军随停飞 F-5 系列的战机进行天然特检。空军表示，经过16天的检修作业，通过战机测试甲人员训练，达到合格的标准，会当合格。也毋过，即马是承认 F-5F 双座战机做人员的训练。单座的情况，我想我们后续还要考量整个全班的这些，包含天气啊、机务的状况等等。另外，就位失踪的飞官潘英俊，到即马也无找到人。但国华讲，空军未放弃搜救。随后，空军也再度慰问两位飞官的家属。问过家属的意见，随即会承办顺着飞官罗尚华的工作。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陆海空联合的搜救的计划，我们目前还是没有暂停，我们还是持续以计划来执行。对外界关心 F-5 战机大厦以后换新的进度，空军讲希望会当速度实行，两早伫咧年底就当开始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主管蚵仔寮渔港，今仔早起有渔船啊伫外海获到亲像微波单，海巡署接到通报，赶紧通知国军去现场鉴定，确定是鱼类的弹头，嘛交予国军处理。高雄主管区蚵仔寮渔港，初六透早有渔船出海拍网掠鱼的时阵，去获到敢那是微波单的不明物体，好起来时阵阁留了青烟，船长是惊甲赶紧通报海巡人员，再转去码头处理。发现就出烟，我怕危险，就赶快回来。但先阿袂甲看吼，我知影是未爆弹啊，我望下甲用开吼，疑似是鱼雷头。疑似啊，我看过经验安尼。根据船长甲海巡人员表示，微波单是伫蚵仔寮外海大约13海里、深度100米的所在获到，初步估算超过100斤。海巡得到消息了后，也赶紧通知国军来鉴定，确定是鱼类的大头。请那个陆军的第4地区支援指挥部弹药库东山处未爆弹处理小组来前往处置。那上午9点多时，未爆弹处理小组抵达现场。那初步研判是鱼雷的弹头。船长表示，
蚵仔鱼港附近外海常常会去捕到微波团，通常拢会直接带返去海底。这粒微波团因为伤过重，所以才会载返来给海巡处理。国军也为外表判断无立即性的危险，随后已经由微波团处理小组运返去陆军总营大窑分库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德鲁古河意外发生的时，有乘客看到包厢里异常，人就伫现场，身躯边阁有真侪位，也毋过目前是毋知影身份的查甫人，因是拢徛伫边坡的顶头。花莲地检署表示哦，已经有收到民众陆续传来的资料，会来调查好清楚，卖来防止李异常脱身。为乘客拍到的相片当中，会当看到台路过河发生排列的迄一天，机场工业社的负责人李义雄，甲几下也未查明实际身份的男性，徛伫咧边坡顶悬咧遐看。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开元，伫个人的人面册顶悬，阁要征求相关的相片，希望会当有阁较侪的线索。那若检方目前已经传讯超过十个以上的关系人来调查案情。在场的呢，应该有应该不止义雄一个人，昨天已经提过了。那我们呢，都已经在这些要查证的事项，我们都在搜证当中，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很晚了。昨天晚上我们还是去进行搜索，但搜索地点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外包商东兴营造公司目前是无人回应，代替已经针对李义雄个人、东兴营造甲义雄工业社等等的财产，向花莲地方法院申请加扣押。交通部表示，会持续追查水头代理监理顾问、中研工程顾问公司，甲外包设计监造的联合代理工程顾问公司。检方也表示，会全力来预防李义雄脱身。有关于资产的保全的部分哈，相关该做的，我们检察官都会去进行。我们在案发的第一个时间点已经查扣了这个火车的相关的行车记录器，还有在场车辆的他们的行车记录器，这一些都已经在陆续的在分析解读当中。造成重大伤亡，检方表示，目前有家属指认甲身份确认的罹难者有49个人，包括3个外籍的往生者。因为分尸边拢有早证件已经确认身份，也若还阁有一个人也无人来指认，无排除可能是其他受伤的人受伤的部位。目前还阁在等 DNA 检验的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新包厢的工程车对奔跑出落来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甘蔗商联合代替工程顾问公司早起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代替要求清明年假必须要停工，公司嘛有派人去确定停工的安全，没想到讲有人无遵守规定。外界质疑负责人李义雄乃使阁兼工地主任，联合代替是强调当名单是包商东兴营造提供的，联合代替只负责书面的审查。代替承包商工程车在清明年假第一天为奔跑落入去铁轨路，造成太多号列车严重排列意外。负责奔跑整治工程的建造商联合代替工程顾问公司表示，代替早都已经告知所有工程在年假期间要停工，公司也拢按照 SOP 派人确认停工的安全。想不到会有人违规到工地塞工程车，不但也通知我们，我们也要求包商有做停工检查，相关的停工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都有完善。至于他的侵入，那个细节我们也就不是我们的所能够了解的。另外，外界也质疑新会营造负责人的李义雄违反营造业法，做工地主任，敢讲无人发现的。联合代替强调。另外，名单是负责承揽的东兴营造提供，联合代理只负责书面审查，确认工程专业。我们是根据他的，他确实是东兴营造的，专任人员了。我们都是依据书面的资料审核，因为他跟那个之间的商业行为的，这是我们并不清楚。因为联合代理过去五年承揽全台15项公共工程，总金额40.4亿，其中16项是代替工程，项目有边坡护花、桥梁、道路维修等。目前还有13项代替工程的施工，用的是全台拢总有。联合代理强调。工程是不是要停工，由业主来决定。另外，工程车落地去铁轨内原因，要由检调单位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整治美浓湖大排，将对永安桥中间做复原的工程，在施工了后，有几个好民处地层下陷，有的那超过100公分哦，有的必须超过50公分，有真侪民众拢惊甲唔敢去住。
边边边大芳水泥挑刷叮当地板嘛出现将近五十公分的关节差，边个徛家嘛同款厝已经歪去，厝上家所在甲路面相差一百公分，后面总是唔敢搁大。是做这个工程做桥的工程，然后我们家就是前面下陷了三公分，然后后面下陷了将近一尺。啊，你晚上都不敢睡哦？我不敢动，我不敢在睡哦，我惊哦。是大人惊，甲唔敢阁住，只好做个人嘛，互你着紧急安置。只是有这种状况的徛家，伫个这个里内底就有七间，主要甲市府征地当地大牌来顶起着永安桥进行豪华的工程有真大的关联。欺负人家，有的没有住在这边，啊，就他们一户，我就是给他处理去租房子，哦，那个工程公司说。我给他负责。现场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安全处置，所以目前没有一个紧急性的危险。那后续我们会在汛期前赶快把底层的这些工程师做好，那让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会安全。那未来会把这个原有的这些住宅，也会把它重盖一个新的以现况的一个居住面积再盖给民众。你着讲目前敢若一户无法度阁带人，其他六户结构还阁算安全，但是徛家还是真侪需要补强的所在。市府虽然答应会赶紧派人来修补，而且负起全部的责任，还是希望这个速度会当愈紧愈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同报道。今年雨水少，缺乏严重，也毋过植物为着要生炭，花是开甲正旺。分林高啦，高溪阁有拿来香，最近莺莺花大开。也唔过，乃至臭菜菇啊，嘛真济哦，虫害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分林关防治所是表示，农民也是民众会使向公所来通报，会依照地点来建议防治的办法。今年雨水少，莺莺花大开，不管是路边还是邻近的财政专区，差不多每层拢开满花，但详细一看。会当看到袂少臭菜菇啊，就停咧花顶。今年臭菜菇啊数量暴增，民众烦恼唔来造成虫害，卖影响民众生活。拢来食花，乃至食了吼，拢也食连茎啊，遮无，啊遮嘛有啊，啊遐你规堆。哎咯，遮咧晒晒，大家即摆大家后用甲咧连忙打咧晒晒。我哩官方伊所表示，防治臭菜菇啊虫害，会当分两部分进行。若是路边的树啊，也是邻近徛家附近有出现大量的臭菜菇啊，民众会当向在地公所来通报，阁由各公所派遣一队人员来派电喷药啊、限电来进行防治。哦，这飞咯，四界看拢是哦，四界看拢嘛有。政府人不要出来，政府看没有哪处理啦。这个农园来讲的话是可以使用农药的，但是在我们的庭院里面，因为它跟民众的这个生活接触比较频繁。比较近。那基础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会建议他使用的是环境用药。海硕就讲，目前国林关岛一百公顷的林景和荔枝在整专区，分布在岛内南来行高溪山区。但是针对专区的臭菜菇啊防疫，已经将相关药剂补助费拨给公所，有需要农民拢会当向公所来申请喷药啊防治。至于其他县市收购臭菜菇啊的软片，因为数量暴增转化停，国林关基安全过滤。嘉宾将毕业接喷香，所以并不来进行收购人品。记者为您报道。苗栗、台中、阁有北彰化，对今仔开始哦，上水五天，停水两天。南投县立外潭边的一道少部落，虽然无伫个限水的范围，也毋过因为立外潭的水位创新低哦，即马抽水抽出来拢是土水，嘛造成有上千的人无水通用。哦，今仔日水又来啊，阁未水啊。水是真大缸，不过拢是垃圾的土沙水。那想要寻一个水来啉，用第一个寻水，也看到规个拢是白色裸裸的水。立法潭一大少地区的水，是来自简单的自来水厂，主要是抽立法潭的水净化了使用。不过立法潭的水费降升低，四月初三早起七点降到735.85公尺。一天水道头全开，拢是土沙水。从昨天开始说，每天晚上2点到隔天凌晨9点要停水，但是停水没有关系，但是第二天的水量还是不足啊。这边停水影响353户，差不多1000多人，店也拢无法度做生意。消防分队送水供应民生用水，水果下道自来水公司也设取水站。
伊伫香港所也安算伫哩伊达少国小边个公有地污水井抽地下水和民众使用。即对民众来讲，当然这两天啊无水无方便嘛吼，啊真正生活啦，啊个工作生理拢做不方便。但是反过来讲，也是一个寻找更好水源的契机啦。伊伫香港所今仔日个办义务发挥。乡长刘启鹏希望参加的民众知道，若是要拜，传塑料加水果为主。自初五暗暝子时到初六下昼四点发挥结束，拢爱食素。希望天公伯啊，到三更赶紧落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百合莲花上界出名，也唔过莲花是需要大量的水来荫产，农民即马是真困扰哦，唔知道要安怎办？因为也唔过哦，会使确定的是，今年种植的面积一定会减少真多。看过去一区一区的田林拢是水，这是台南百合的莲花田。虽然现主持看起来拢要全水，不过对莲花产业来讲，已经是面临危机。今年雨落少，欠水淹田，和莲花农要种也唔是，要休经过影响田价。即嘛是拢种落啊，种下伊即一阵仔有水，啊，着先种落，那个讲啊。雨水着真啊，可能着爱即个花爱死啊。安尼哦，安内了敢会足济啊？当然嘛是爱足济，即芳水莲一丛拢几啊百块呢，啊一分地爱三百丛诶。因为莲花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水若无够，花就袂大。现在农民只能够靠抽地下水，用沟仔水甲溪水来应付，希望会当冻到落大雨。水的时阵靠我落去种植，足侪人是无落去种植的，因为伊无地下提水的时阵就是休耕，大家拢用水井啊去抽啦。啊有诶大沟水的时阵，加减啊泄落来的时阵，阮拢靠这大沟水。全台湾的水种植率，早当地话已经休耕，现在莲花嘛特别支撑袂住。根据统计，莲子莲藕的年经济产值是超过3亿，不过今年预计莲花种的面积仅仅170公顷，比去年300公顷减100多公顷。而且刷落来高贵就是百合的莲花季，当年拢会向济济游客带来观光收入，即些莲花相关产业拢受到损伤。而且唔拿莲花，但是佫继续无落雨，六月开始嘛是种伫水林的寒天莲角，嘛真危险。以下怎报道？台南新华老家哦，去年多喝100年。老家的西坪目前有18间的厝主，当个翻旧厝加顶下卡。上届特别的是哦，师傅用水库内底挖出来的土沙，一种新的材料来处理，咱做回来了解。徛伫因家顶白楼厝顶面的花色，看甲足清楚。师傅当咧用绿土修补必顺。水泥伊会滗，啊伊的坚固性嘛无啊多，较好。所以咱只人改作用一种叫做水库做的出来土，有无吼？诶，新工法，哎，甲做透明起来。啊，因为经过试验过，因伊个应付性会较好。为着甲古厝上价值的花石修好，师傅第一摆用绿土这种新工法，第一批6间古厝过年进前已经完成，唔呐加强建筑外观。徛着扛棒，顶下卡的厝顶，甲老店店号嘛拢爱征收。问迄个布店嘛吼，先生先，啊恁的屋顶盖迄个八卦的哪会？哎，我因本来就安尼，啊所以就改恢复，就是要保留这个原位安尼吼。啊所以伊会甲阮杨金花三字，啊露出来嘛得敢保留原位。这间买150年历史的美店店号，原底藏伫铁门内底就一档，即马总算会当重现。厝主杨太太足感动的，新华老家因为拢是私人有历史价值的古厝，负责整修的团队开3-4冬的时间，一户一户甲厝主沟通，搁甲老相片找出来，比对古厝原底模样。阮是一户一户安尼，征求各店家屋主的同意，好，那我们只是整修这个跟公共景观。公共性有关的这个牌楼跟街道景观，他们有认同感之后，后续他们也才不会又陆陆续续又重新再把大招牌或者又增建东西又跑出来。11间变14间，14间即卖目前18间，这是整个我们西面要村2间啊不盖同一数呢，村的大拢要来整理。我相信迄2间买个人会加入。
新华老家伫咧1920年时阵，规个中正路改建做2楼，也是3楼的摆楼厝，到今过100冬，每一间店面拢有故事。这是台南第一批遐尼济联动古厝整修的案例，希望吼搁较济人看到遮尼水的百年古厝。记者陈亚云、赖伟泽，台南报道。来看联合国公布年度世界快乐报告，北欧的芬兰第四届摕到世界第一名。芬兰的总人口哦，刚好550万人。过去给外界印象是讲啊人乐乐等哦，这些真侪人爱啉酒，自杀的数字嘛真高。也唔过这份快乐报告嘛，改变大家对芬兰的印象。联合国出钱进行的世界快乐报告，自2018年公布芬兰在14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让不少人惊一跳。One of the last things I would say that Finns are very happy, it depends all on how you measure it. But I think it gives a totally wrong impression.芬兰冬天冰天雪地，各拢是暗时，予人认为是饮酒过头加自杀增悬的主要原因。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用10年时间，将饮酒过头加自杀人数减少一大半。On no työttömyyttä meillä on, mutta terveydenhuolto toimii ja kyllä semmoiset isot asiat on, että sen puoleen niin meillä on todella hyvin asiat, mutta kyllä mä ajattelisin sitä, kyllä mä vähän hätkäydin silloin, että me ollaan onnellisin maa, koska kyllä me niin kuin voitaisiin olla vähän enemmän semmoisia.toisia päin katsovia ja iloisempia ja...这份由调查机构盖洛普的数据资料整理出来年度报告，主要评分项目包含社会关注、个人自由、GDP、甲政府贪腐的水准。Okay, Finland is the happi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t creates awareness, and awareness creates interest, and interest creates demand.For instance, for tourism or investments to Finland, or Finland as working place. 不过，连续四年是全球上快乐国家的名号，也给芬兰的人带来问题，就是刷得起要安怎嘞？住在芬兰10年，非常芬兰小麻烦。社群媒体网页创办人英国一个乔伊威廉斯指出，这国家运作真好，压力低，社会事实上降低芬兰人的遇到问题耐受力。代志无顺的时阵，因的快乐真简单，都无去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受到疫情影响，埃及拼拍拼的顶型员工哦，受过海陆的博物馆替22区有3500栋历史的木乃伊搬新厝，阁有大车队阁下甲游行哦，做伙迎上。鼓乐声刷头，穿着传统服装、手捧面顶的火葬队伍，自博物馆行出。过来就是载着22具法老加女王木乃伊的车队。埃及伫礼拜六为木乃伊搬新厝，装饰有法老王图案，仿造古船设计特别做的车辆，载着金光闪闪的棺木，自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出发，准备被送去开罗东南方独家正式完成的国家文明博物馆。这边运送的木乃伊，大部分拢是来自3600年前到3100年前的古埃及新王朝时期，其中包括统治埃及67年拉美西斯2世，一个上有权力的女法老王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为了要保护国宝，官宝有管淡气，一个真可惜。法老黄金游行的车队到会，现场放21箱礼炮，总统也站在博物馆门口迎接。整个过程透过国营电视台对话直播，也向世人宣告埃及丰富的古文明正在等待游客光临。اولا بيتفرد ان طريقه العرض مختلفه تماما احنا بنعكس الحضارات كلها اللي مرت بيها مصر على مختلف العصور بنحكي قصص تفوق المصريين في مجالات بعينها埃及不只在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疾病，对观光产业影响真大，最近又受到疫情的影响。埃及当局想要借着这边木乃伊的游行活动，把观光业搁再扭起来。这项全新的政策是自4月18日开始。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5度。
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高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